你再好好想想，能让你快乐，还有什么东西是不该扔的？只要最爱在身边，就等于获胜。爱是怎么争论，守着不分。需要帮忙吗？你已经帮了我很多了，剩下的烂摊子自己收拾吧。光粉碎资料有什么意思啊？你还有个地方需要清零啊。哪儿？在这儿啊。我来帮你吧，我最喜欢粉碎了。哦，邻居门的媒体调查。木星会分店策划书散架，田慧慧的资料信息。嗯，有田慧慧就会有冯军的。哦，这么久之前的资料你还有啊？啊，银河的报告书还在呢。拜拜。不会吧？这不是谭领导邀请函吗？亲爱的谢千朵女士，拜拜。有时热情会冷，所以我们的相拥就更深。生命并不完美，只因为对方完整。语言多像刀刃，越在乎越伤彼此很深。面对挚爱的人，为何不舍，只冲着不理论。爱是笑着承认，能拿些甜点吗？我们在你伤心时刻拥着不问。你再好好想想，能让你快乐，还有什么东西是不该扔的？爱是怎么争论，守着不分，对你无论对错都能一直深圳的机票，你还缺少的就是我找的。深爱是捧着一个人好坏不分。兄弟，你不要告我你是来跟我说情了。我来是想跟你聊聊。咱俩还有什么好聊的吗？啊，我得恭喜你，等了这么多年终于等到你要的结果了。我不是要跟你聊这件事，我要跟你聊的是买凶杀人，制造车祸，
非法拘禁，还有重金属投毒。你想先聊哪个？你知道我特别讨厌你装的样子吗？我要是想杀了你，你觉得你还能站在这儿跟我说话吗？就是因为林威人还在。咱们的爸爸，那是你的爸爸，不是我的。我记得从我记事的第一天，我妈跟我说的第一句话，就是你爸是个死人。过了很多年，我爸突然有了消息，说他要认我。你知道他把我妈给乐成什么样了吗？我妈第二天带着我去广东去找的，可是路上传出的事故，我连他的尸体我都没有找着。我真的能感觉到，如果我妈还活着，我会比现在要强大的多。抓紧时间跟他见一面吧，要不然这次见不着，这得庭审的时候。这都几点钟了还睡不醒啊？啊，没精打采的。早起一个小时吃早餐。谁能有精神？不吃早餐怎么行啊？身体垮了，什么事业、爱情都是扯淡。哎呦，爸，怎么现在连你都满口养生了？我还以为你能免俗呢。我自己的事情我自己能处理。哎呦，怎么了？哎呦，我肚子疼，我想上厕所。快去，快去。哎呦。为什么不回我微信？为什么关机？为什么失联？为什么消失？我电话被公司收了。公司跟我当借口？你不是该这说话？你就说定了我吃这套是不是？你听我说行不行？哎，我现在是不是恢复通讯自由了？来，手机给我，我看看我给你留言的状态，是未读呀，还是全删除了？抬头。短信我都听了，有的我还听了好几遍。肉麻的话先省省。这位是？我爸。谢伯父您好。谢什么谢？你跟我进屋。啊，千朵你待在这儿。当心点。